蠢蠢、巧巧再次联手猜题对抗宋一鸣夫妻，是否能破除带不走大奖的魔咒？主持人参拜全记录可以看一下。哇，抽大奖吃好料！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人家拿烤箱、拿锅子，我们只拿中刷。哎呦，太夸张了吧！我们拿的不是奖，不是叉，只是小奖。这四组的那个夫妻档，我们短期内都不会要他们来了。剪刀石头布。出来输了，谢谢。那我们这么厉害，你是怎么了？好哎，五千，完了。高级厨余桶，高级烤肉，高级厨余桶的话，我就把厨余桶劈烂。五星级荔枝料理，詹姆士打算怎么做？荔枝绿咖喱鸡。如果不是荔枝，他会加什么水果？红毛丹。啊？哎，我还吃一个荔枝三兄弟。什么试吃的名字啊？试吃叫荔枝三兄弟。对。剪刀石头布 ，yes。剪刀石头布，怎么办啦？你为什么一直想抽他呢？他就是烂奖。你抽。哎呦！完了！不会吧？我们过去拿走了。再次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看谁最幸福。欢迎好，好的，今天看谁最幸福来了一组夫妻组，他们今天特别风尘仆仆的啊，改变自己在这个节目的角色啊，他们不适合来做菜，他们可以来吃东西，他们可以来吃东西，因为他们的荣耀已经累积到了可以单纯吃好料的地步，好不好？欢迎宋一鸣、陈伟霆，欢迎。他走前面说：“哎，奇怪哎，找我对呀、啊，那怎么就自己这样子？你还没反应过来，你要求助给你要反应啊，就说奇怪，你讲啊，奇怪。”资深艺人就是资深艺人，太厉害了！哎呦，陈真是资深，你应该比我还资深。我们往后看一下，再讲。哇，大奖！所以说目前主持人惨败全纪录，可以看一下。哇，抽大奖吃好料！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人家拿烤箱、拿锅子，我们只拿中刷。哎呦，太夸张了吧！哦，那天你忘了，那天是国耻日。对啊。人家来这边办年货，我们不知道在干什么。太夸张！你看这一次。怎么样都是王东明、于浩然夫妇那些，他们也拿了三只锅，都拿了很好的礼物。哎，我们不是中刷就是保湿器啊，哇，还有睡套哎。我们拿的不是奖，不是叉，只是小奖。这四组的那个夫妻档，我们短期内都不会要他们来的。对，其实也很难拿，很难啊，不会再要他们来。我们就拿两只那锅铲就好了，好不好？拿两个刨冰机。人不要贪心，话不要说太早。是是。但是我相信陈伟霆上次来了，也拿了不少了。拿不是你拿东西到哪里去了？我现在正在用，你只会吃，但是他就是这里来了吗？没有进厨房。对，有，我都有。厨房有什么？你都在厨房走来走去而已。我在指挥他。指挥。我在培育国家的栋梁。你在拿着那个菜单点菜吧？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晋升了，我现在只坐在那边跟他讲，哎，你出去。好欠揍。他就试一试，好啊。他一样是25、26岁才认识宋一鸣，今天结果就不会是这样。是是吗？你知道吗？因为他认识宋一鸣太早了。对对对对。所以你是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不会，你没有看外面的世界，我还看过外面的世界，对不对？我觉得对呀，你就是因为看过外面世界才选我。非常好，这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前兆。是的，我们两个要加油啊！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不行，我们现在要那个姜味的锅子，我们先暂时夫妻同心，一同吸金。今天有几张大奖，希望你们两位好好加油。好，加油！忙进你们前面小单元，5分钟出好菜。郭主席师傅来请，5分钟出好菜，菜名叫什么？哎，千丝饼腊肉。哦，什么叫千丝饼？千丝饼呢？来，容我解释一下。容我解释，请说，请说。好说啊，那这边呢？马铃薯，马铃薯，薯丝，薯对。那马铃薯呢？不要冲水哈，因为等一下要利用它里面的自然淀粉，把它做成饼。这道菜你就知道刨丝器的重要。是，如果你不晓得的话，我跟夏雨乔我们有两只。我们不缺，我们有了，我们不缺的东西。所以有大奖没什么了不起。真的真的。千丝饼腊肉，准备计时开始。好。那现在我们马铃薯呢拿进来，里面再加点盐巴，软化它，不是软化，是它有味道，要闻味道。这是生的嘛哈？哎，生
的，真的。没有蒸过，没有蒸过，好，抓匀哈，那边再抓一抓，整个抓一抓，对，抓完之后整个整片整碗下去，对，要炒还是煎？我这样不会很油，哎，不会呢，等一下会吃油，不会呢，马铃薯它会吸油，而且你油不要放多，用手，用手，铁砂掌，碎，哦，就这样煮哦，对，没有，这样煎，煎啦，哦，这叫煎哦，对，煎，加油，油到是煎啊，怎么会是煮呢？到底会不会做菜？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会吃菜就好了，我干嘛要会做菜？夫妻要相敬如宾啊！对啊，我们现在抢锅子，对不起老公。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干嘛呀？哪一出啊？好，我跟人家学学，你要怎么切的？他是郭师傅哎，我又不是陈师傅。可以啊，他有用心就好了啦。对啊，有用心。你是为人姐啊，你讲是有爱心。对啊，你要去感觉得到，做老公的话，对，做老公一定要这样子哈。是，对。刚刚把皮给撕掉。对，撕掉，对，咬这样子咬不断的嘛。然后再煸一下，油煎完之后，它成为一块饼皮。对，没有错。我把腊肉铺在上面这样吃。对，等一下呢还要再切。不是这样子而已啊，不要这样，很现在太简单了。哇，那陈慧琳都会做了，还三分钟，不是，我真的蒜末，蒜末进来，哦，蒜末要后放，蒜片不是蒜片，蒜片，辣椒片，辣椒片，辣椒也切片，对，哇，这样味道很棒哎，有点四川味道，人家吃辣的呗，吃。好，把它香味特别把它炒出来，有没有闻到？有哈，好香，它的味道也会散发出来。来，再来，再加青椒，这是红椒，红椒进来，好，这边看一下哈，好热情的颜色，还要两分钟，哇，煎的，对，有没有水都出来了？对，它水又有加盐呢，好，有加盐它一定会出水。来，我们放一点油进来，好漂亮，好漂亮，来一点酱油，酱油，对。再呢，再加啊，酒酿，酒酿，我觉得酒酿太重要了。对，它是一切，它如果这个东西少了酒酿，绝对没味道，而且不耐吃。大一点，大一点，快点！火怎么开大一点？没数，最后一分钟，倒数一分钟。其实啊，主厨在做，夏雨乔，我们说实在的，主厨在做，他什么时候说好，我们也不知道好到底好了没有。他这也不好。好像薯饼的感觉，没有错，等一下就吃了就，而且生马铃薯的水分是很高的，对，确实，哎，刀子嘞，我们连在一起，还没切，他等一下要铁砂掌了，各位，不要切了，就当披萨好了，不行，切太粗，不要输哦，我也输了，哇，不怕烫哎，他真的，铁手哎，真的，还有摆盘了。要摆盘哦，哇！不会做菜不摆盘的，名誉比什么都重要。对啊，是。倒数十秒，喂，切四饼腊肉，时间哇，到，好紧张啊！哇，好棒哦！我起鸡皮疙瘩了耶！对，来，请出题。美国一名男子。两个月内成功减肥8公斤，主要是因为他 A 戒掉马铃薯 ，B 吃马铃薯。嗯，喂，剪刀石头布。他慢出来输，他慢出来输，慢出来输。谢谢，你是我们对不起，你是怎么了？麻烦你们两个再换个位置好不好？啊，没问题啊。你再站过去一点。站过去。你觉得是戒掉还是只吃？戒掉太正常了啦，一定是只吃啊，因为大家都说马铃薯很胖，是淀粉。所以戒掉马铃薯很正常，我觉得是只吃马铃薯，只吃。他说的很有道理，对啊，你分析的很好。B 答案是五星级励志料理，吴秉承师傅难得上场，用尽心思秀创意。狮王争霸，荔枝独秀，这叫千张豆腐皮。哦，等一下，这就是当狮子的一个鬃毛。答案是B 是，是不是？非常好。美国有一名男子为了证明马铃薯是营养又健康的食物，连续2个月每天只吃20颗马铃薯作为主食，对，2个月下来一共吃了1220颗马铃薯，成功瘦下了8公斤。哇，马铃薯好好吃哦。嗯嗯。
好吃是真的很好吃。嗯，你要说它不油，我不能接受。对，我觉得它蛮油的。我们刚刚不是煎那个，我们刚刚不是炒那个腊肉，不是有油吗？如果用那个剩下的油来煎马铃薯，不会就更不油吗？对，很聪明，对，没有错，好棒哦！真的是这样想吗？维力，你真的很好，他们现在敌对耶。不是，都是我这样。我跟你讲，你都忘了，这我跟你讲过，我都教他这样做的。真的，那因为是刚刚五分钟哦，时间比较紧迫，我一定要用油先煎，不然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因为要两锅开，温度上不来了，上不来，非常好的掌声，非常好。马上我们首拍进入抢个大奖下来，可以说有人搬新家需要家电，来，你们两个预备请。好，怎么选？夫妻同心不是，我们不是兄妹同心，其利断金，是，哎呀，好不好？竹签，那个感觉就不会没有 feel 了。那个吗？要不要？我是隔三个的他，好不好？好。无三不成礼，这两个都是我们要抽。那就他好了。要不要？我们正中间，中间，我们俩的中间。对。好，我跟你。直到天荒地老，竹签，好紧张哦！你们才刚开始，两个在说脏话，竹签好，每次你们得到两，我们都祝福你们。对啊，我们都是竹签。你拿什么时候祝福过？过两只，过两只。哦，完了，高级。我想看高有什么？高级烤箱，高级厨余桶，高级烤肉，高级厨余桶的话，我就把它厨余桶劈烂。高级厨余，把厨余吃下去。你说高级烤肉架，我勉强接受。对啊，嗯。好，我们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希望我们所有支持新南大厨的朋友今天目睹我们如何把来宾垫得惨惨的，为了好戏在后头。对，那刚开始是我们让一下而已。好了，今天我们的五星级料理，除了前面的这个好菜啊，叫做这个千丝饼腊肉，嗯，除了这一道菜之外，开了胃之后，今天不得了。嗯，今天五星级料理是一个水果露菜，哇，什么水果？夏天时令的水果，除了凤梨、西瓜、芒果，还有什么？这些我们都做过了，芭乐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决定漂亮，我们做荔枝，五星级荔枝料理啊，这位。现在水果入菜啊，要做的完全纯然的菜，嗯，多半呢还会有一些，哎，有一些变化才行，哎，对不对？没错，对。你今天想做什么菜？今天做一个狮王争霸荔枝独秀，怎么做？请开始。好，来，鱼头的部分呢，我先把它取下来。等一下，这个就来代替我们的一个狮头的一个东西。狮头，对，所以相对的整个的一个八部性，你要把它。所以这个菜，你的成菜的时候，到时候有一个很霸气的头。啊，对对对。那再还有一个你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我会用到这个。它是。这叫千张豆腐皮。哦。你把它切成细细的。把它切成细丝之后呢，等一下，这就是当狮子的一个鬃毛。哇。哎，你拼了耶！我喜欢他的鬃毛。阿基斯不在，他整个拼了。不要这样，就不要这样，其实等很久了。等这个缺等很久。你好诚实哦！我们在部队里都有些位置是战区的，就像他的副连长、战连长的缺啦，好在那个。等这个缺，等这些等三年了，哎呀，不容易啊！刚才开始就是反酥了，有没有？反酥，对，欢收，一定要翻成台语。反酥，他现在有点反酥的现象，反酥的现象。那利用这个干净油，我们来炸这个腐皮。那等一下油温顺便拉上来了，我们再炸我们的一个。鱼骨头的部分，台语很妙，有些话你就是要用台语来讲哦，就特别有感觉，对不对？讲，你料理你的黄鱼和荔枝的结合，我们待会再回来好不好？好，嗯，詹姆斯，宋一鸣来，哎呦，我来了，这个鸡五星级荔枝料理，詹姆斯打算怎么做？做荔枝绿咖喱鸡，泰式的。绿咖喱鸡在泰式的做法上面会加入，如果不是荔枝，它会加什么水果？红毛丹。啊？那你就用红毛丹去思考咯。红毛丹是降火气的。红毛丹是上火的。啊，上火的。对。有红毛丹在里面呢。没有啦，不会放红毛丹，可是以泰式料理里面它会放红毛丹。肉质很像红毛丹呢。因为给你帮我把这个用那个调理器把它打。那是什么水？那是椰子水。你说椰子水？对。倒进去。倒进去，然后把它打。完了，连黑的一起开。黑的一起拿起来，对。盖紧了。那位高贵的青年，还没。哎，真的不
不常进厨房哎，就好危险呢。我有，我都是在旁边指导。你看吧 ，OK 了，把它倒出来了哈。倒这边就可以，倒这边就可以。我们现在把椰子水哦跟荔枝把它打成这个汤汁之后，这个很好喝哦。要不要喝一口？不行不行不行。好香哦！哎，你荔枝只放一点点呢。对，好香哦。我们再放些九层塔进来，然后这个是柠檬叶，把它吸一吸，让柠檬叶的味道进到汤匙里面来。泰式，哇，这就有点像泰式料理。它是泰式料理，就是泰式。这个是已经泡过茄子，不是柠檬汁的茄子，把它放进来煎。为什么要泡柠檬汁？不会黑啊黑。哦，对。然后这样进来之后，你就可以让它来吸这个鸡油。就是刚刚那两只，让茄子来吸鸡油啊。这两个鸡腿的油，好多油，很多油都没有放油。香哦。因为我们知道茄子很会吸油。哦，那你放了一些柠檬汁进来之后呢，它里面的吸水的那个成分已经吸了一些柠檬汁进去了，所以它现在油就不会吸得那么多了。嗯，所以你们家里面做菜会不会跟食物借油？我以前不会，但是我是讲真的，因为我一听他上次节目之后，他回去跟我说，哎，詹姆斯怎么，詹姆斯怎么样？他就现在都不用那个油了，油就用的比较少，而且我们家也不吃味精了。哦，你知道吗？就把那些什么鸡粉什么都不用，不用盐，这都是好的啦，这都是好的。因为吃的要健康嘛。嗯。哎，我来吃一个荔枝三兄弟。啥有试吃的荔枝啊？试吃的荔枝三兄弟。这都是好。因为吃的要健康嘛。嗯。这是蒜头，这还可以再炒哦。它现在有那个做 SPA 的味道哎。对，精油。对不对？哎，对对对，来闻一下。好好玩哦。而且是泰式的 SPA 的味道。那是做 SPA 的味道。哈哈哈哈哈。好在 SPA 馆哦。好好玩哦，柠檬精油哦，对啊，柠檬叶跟那九层塔，你用刚才的那个炒过茄子的对鸡油，鸡油再炒，再来炒爆蒜是吧？爆蒜之后放绿咖喱，爆蒜加绿咖喱，这是绿咖喱啊，哦，就是绿咖喱，好绿哦。加了洋葱，大概加什么？加了洋葱之后，我会把汤倒过来，先要把那洋葱炒软吧。我现在先没有洋葱，我不炒，因为它已经香气已经够了，只要它甜就好了。我现在把它倒过来，哎呦。然后把鸡肉就放进来煨，哇，这样子，用小火煨一下鸡肉。那我们就待会再回来，好好好好。嗯，好香。大概煨个10分钟15分钟吧。哎，差不多差不多。好，待会回来，正经来。是是是。吃什么？哎，我还吃一个荔枝三兄弟。哎呦，荔枝有果肉，哎，有果肉，有荔枝酒，还有我们的荔枝干。什么时候试吃的名字啊？试吃叫荔枝三兄弟。对。我只认识三兄弟豆花，我没有荔枝三兄弟。你知道了？吃过吗？不是，他很认真的。我现在是三兄弟，我现在真的觉得你们收视率会好是有原因，因为你们又会做又会讲，真的是还能掰。重点是吴师傅持服3年就等这一刻，真的。18年也一样啊。适量食用荔枝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帮助男性 A 减缓雄性秃。B 改善性功能，都对男性有帮助。对，而且都是男性，可能过了40岁，可能随时会出现的问题。对，也是你们两个会担忧的问题啊。对。不是我有这个问题吗？你看我们头发有多少？傻傻的，而且自己讲自己老公这样，对啊，可信度很高。你消遣这么程序，你干嘛要消遣我？对吧？我跟一鸣只需要改善性功能。怎样？派代表啊，派代表，就以你们两个，你们俩最关心的啊，我们最开心的，对，我们开心可以来，最关心的，最关心话题呀，来呗，剪刀石头布，布，又赢了，哎，你说，我说，我要吃荔枝三兄弟，如果是以字面上说促进血液循环，有可能是改善性功能，哎呦，我觉得雄性秃没得治。B 答案是，答案是 B 是，不是，我们两个刚刚都一同的看法嘛？对，我们已经把答案已经讲出来了。而且我非常的确定，就是说这一题不论是你答还是他答，他们回去都会开始吃荔枝。我还吃龙眼吃荔枝。好来，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荔枝有助于改善消化功能，血液循环。还有润肌美容的作用，另外可以改善男性的性功能，所以答案是 B。哦，酒香的浓郁度能够进到这个荔枝的果肉里面，
很有帮助，让荔枝吃起来不是只有荔枝香味。嗯，台湾住在宝岛台湾的人对荔枝都太熟悉了。是，而且我们没有听过有荔枝酒哎。有，它发酵就可以当酒了吗？对，这是最基本的知识，我都跟你讲过了，是不是？宋宇啊，你真的蛮欠打的。不是，我就讲嘛，他们有自己要看电视，我问你就知道了。我问你，莲雾有没有酒？莲雾绝对没酒。有有，我有听过莲雾酒，我就跟你说过了。莲雾酒啊！哎，二厨开心啊，收碗，是，哎，来再抽一个。刚刚我抽，现在给你抽，你先选一个。那我们就各隔一个好了。烤肉架的边上火太旺，火太旺，火太旺就容易有锅子。这两张选一张，烤肉架边上一定有大奖，一定有大奖。我选这张。哎，那张本来我想选的。我觉得这边不会有大奖。我觉得这张，我觉得很旺，出一桶，出一桶，出一桶，超旺的。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拿大奖，我的第六感很准。如果是果汁牛奶，你把它喝下去。没有果汁牛奶啦，有洗碗巾啦，也可以喝。可以。锅铲，锅铲，锅铲，锅两只，锅两只，锅，锅，锅两只。我超旺的。哇，我今天就有感觉是旁边会是大奖。对，我不知道怎么就突然觉得是这个哎，是多好多好，放过去，放过去，没有，还有一个大只的，没关系，没关系，对，哎，能够把维林叫回来羞辱真不容易，真是哎，我刚刚就不应该让你猜的，开心啊，刚刚今天就不应该跟你来的，你老公真过分哎，真的，继续往下做，好来，我这边放了胡椒粉，好。然后呢，盐巴，现在做腌鱼的动作，你小心进来。那腌鱼的酒呢？对，我们就用我们的一个荔枝酒。好，是。哦，让直接鱼的部分去做一个吸收。哦，荔枝酒。对，然后会带一大匙的一个太白粉，荔枝酒去让鱼肉去做吸收。来，很好很好。来，这时候香油大匙进来。吴师傅提醒你，陈威廉很会做菜，多交代男人工作给他。对啊。有有，我们就让你下油锅了吧。我让你上刀山了，一个一个下，对对对，分开，分开，分开，要分开，专心一点，好，看清楚，好，要分开。好讨厌哦！哎，你老公平常在家就这样吗？是啊。来，我们利用这个油温让鱼肉发紧。哦，八级对，那它外面有一个熟成度之后呢，我们再来抢酥。鱼超耐炸，对啊，因为它外面有加那个有果粉啊，有保护啊。对，有一层保护，那它的速度就会更好。好，那我们大家回来，慢慢炸。来，詹姆斯，先把部分的这个蒜味花生，对，蒜味花生先把辣椒也放进来。哦，一起哦。对，然后这个是柠檬叶跟九层塔，你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嗯，刚才我们煮汤就香哦，就是很，我最喜欢这种味道，泰式。放进来，然后把它。哎，所以你今天并没有放香茅嘛？香茅不用，今天不用。这个，把它闻得舒服的不得了了。放好进来之后，然后把鱼露放进来。鱼露哈。对，然后一鸣哥，你帮我拿一下我的那个后面的青木瓜的部分给我，因为青木瓜不好入味，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先把青木瓜放。就这样够了吗？可以可以。好。对。哎，我在家没有这个倒的这个，这个波，这个波可以啊，用水晶碗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水晶碗被扎烂了，你到附近寺庙去借一下，轻一点就好了。吴秉承师傅做菜才有口头禅，只有程程最明白。其实我注意到吴秉承说话常用我们的，哎，真的。接下来呢，这个呈现出我们的一种很好的口感。嗯，先把我们家没有这个倒的这个波。这个波可以啊，用水晶碗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水晶碗被扎烂了，你到附近寺庙去借一下，轻一点就好了。有啊，真的有啊。附近寺庙你要得到，然后这个是碎的这个荔枝，荔枝肉，荔枝肉放进来。来，我们来试试。哇，请出题。南投有一棵号称荔枝王的荔枝树，它之所以被称为荔枝王，是因为 A。每次可收成400公斤 ，B 已经有400岁了。准备，剪刀石头布。怎么办啦？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不好？输就输了，没有关系。你觉得荔枝王是收成四百公斤还是四百岁？四百公斤难不难？我觉得四百公斤太难了，修汗。好，要收好。修汗。哎。我觉得能够被称为王的，应该是因为他对，他够老。我觉得。B 开始。好，这边答案是 B。真的关系，那你那一血全止今天，我们今天完全血止。你看那边好清凉，那边跟好气，好气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要搬家是不是？是没有关系，慢慢搬了。你们到底是想搬家还是被搬家？失败是郑成功的妈妈。来，请说明。来，南投市八卦山有棵全国最老最大的荔枝王，有三层楼高，已经四百岁的高龄，仍可结出累累的果实。哦，是哦，清朝时就有了。今天从头到尾，我们是来看他们吃的。对啊，我们今天是来看你们吃东西，一顿都没吃到。一路的咸香咸鲜，哇，舒服。嗯，你们喜欢？嗯，来，二叔，谢谢。哇，好开心，你们俩好开心哦。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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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跟你讲，好戏在后头了，这有什么问题？要有信心嘛。我觉得那个郭两只我抽到了，该你抽。我为什么一直想抽他呢？我跟你讲，他一直烂讲。你抽。我觉得他一直是烂讲。你抽，你抽，你抽。我跟你讲，你就抽吧。我想让你知道自己的手气有多差。真的，你抽他。我们内讧是个失败的开始，因为他们想拿烤箱，不要拿。很有可能是厨余桶。哎呦！啊，那完了完了。不会吧？啊，走了走了走不住了。锅子一只，不会吧？我们锅子全拿走吧。郭仔，你不错啦，两只嘛，是吧？对呀，好哥来的锅也是需要铲啊。一人一个，刚刚好哎。你刚好需要啊。对呀，哎，这你们两个锅一人一铲啊。对啊，这还有啊，对啊，这个还有烤箱。这是我们的啦，都是你们。一定的。我们剩下三个，剩下三个选项而已。嗯，对不对？没问题的。还有一个试试两个成品题，好不好？对，好，加油。来，各自回桌。他已经快好了。这道料理其实还蛮多调味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泰式料理里面的元素，最重要的几个元素。然后现在就收小火，把它收到稍微干一点就可以了，就好了。对，花生是铺在跟饭拌在一起。哦，你说你今天准备了长米，对不对？对。我们在平常在练哦，开玩笑。你要不要把它弄干净一点？比例还没有，还有一个，先这芥弄一下。大汤匙。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多一点吗？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可以，因为这样花生太少了。哇，好香的感觉。那我们就带家回来。好，那请来。来，吴秉辰师傅。好。哎，这什么？哎，我刚放了姜末，然后洋葱丁，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荔枝干。嗯。荔枝干下来煸炒之后，它的甜味会加倍。那这都是糖腌的嘛？都是糖腌的。难怪像，其实它跟龙眼干的做法是一样的。对呀，干燥之后再去取肉，有的没有？来，现在是辣豆瓣酱放进来。哇哦，甜甜辣辣。哎，对对对，辣豆瓣香味把它炒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酱油，也连做炝锅，米酒，这时候把它煨进来。这么多酒，大概煨一下。我们有试吃吗？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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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哈，因为我的土凤梨还没加。喂，来来，开启。这边刚炸的黄鱼的骨头加上土凤梨，这就有咸了。对，咸度就够了。来，准备，请出题。来，彰化县一名果农为了吓阻猴群偷吃荔枝，竟然每天在果园中 A 放冲天炮 ，B 点蚊香。你猜？用我猜。我觉得。你很厉害，好了，你是剪刀。来来来，我想一下，我想怎么弄。我们先祷告一下好了。宝贝，剪刀石头布，布。Yes。点蚊香他也不怕，干嘛要点蚊香？会一样题目又出那个有点无聊。而且不同现实，也不同。还是充电炮的话，我觉得之后大概出题目出到瓶颈。哎，答案是，好，答案是 B。彰化县二水乡一名果农为了防止猕猴跑来荔枝园偷吃破坏，
想出点蚊香的方式，每天在荔枝树上悬挂蚊香，没想到蚊香不但赶走了蚊子，连猴子也害怕蚊香的味道，效果非常好。怎么那么好吃啊？土凤梨是什么味道？嗯，对，要配那个土凤。好酥的声音啊，很酥很酥。对呀，已经酥到不行。你们听我们咬的声音都酥啊。这是鱼骨头哎。嗯。我们把鱼骨头。土凤梨这么咸，你一口气刚。不会啊，不会咸吗？不是。我老婆是。不会很咸啊。菜是大口吃。酸酸的。饭是大口吞。嗯。它就是这样的，北方人就大口吃饭，大口喝酒。对啊。像不像吃鱼饼的感觉？嗯，比鱼饼还要酥。哎呀，好吃。鱼饼比较绵，它的感觉它更酥。嗯。哦。而且完全不油。除了吃好吃以外，嗯，抽奖。耶，终于看好了。嗯。还有一只锅子。不要，他们刚挑这边，我们就想挑这边。好啊。好不好？我们今天虽然运气不算很好，但是好戏在后头。我们都喜欢逆转胜。好，看你的直觉强不强。嗯，宋一鸣是一个很多事情靠直觉的人，直觉强吗？第一个字必须是锅。啊，高级完了，高烤箱、厨余桶、烤箱啊，高级高级厨余桶的话，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一辈子都是太幽默。有人说高级厨余桶的吗？因为陈哥就刚刚一直嚷嚷着想要喝果汁牛奶，没有嚷嚷。我们节目又是有求必应，所以马上。我们把厨余桶换掉，换成果汁牛奶。这个或这个，你要先看我们高级厨余桶烤箱啊，高级高级厨余桶的话，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不是一辈子都是太幽默。有人说高级厨余桶的吗？有啊，有这有啊，你看看我竹签的，你看这地方放这跟神主牌位一样，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刚刚那一题还不如输了算。哎，至少吃到啊，好啦，请回去帮忙。OK， 好。它的水怎么变多了？我刚加了一些水，还有我们的白醋。哦，还有点头发的感觉。哎，你这个特别，还给我点薄芡。多点薄芡。你放了一，我刚看你放两汤匙啊。对，它咸度都是靠土凤梨。嗯。来，我们的辣椒。那等一下呢，我还会挤上我们的一个柠檬汁。哦，酸酸甜甜。对，那它本身就是带有。天然的有果香味。其实我注意到吴秉承说话常常用我们的，知道吗？真的。接下来呢，这个呈现出我们的一种很好的口感。嗯。哎，这是一个的什么样的动作？现在要加我们的柠檬了。哎，这是要把我们的柠檬挤进去。我们是啊。先把我们的火关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做一个挤柠檬汁的动作。对对对，接下来做一个挤柠檬汁的动作。而且一定要记得要用我们的叉子，好。还有，我们一定要帅气的把它挤进去。我们，你好多有的没的哈。我们这次成盘呢，用了我们一个高脚杯。好烦！你看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干嘛这样？他的词都被你抢了。好不容易做一次五星级，你就这样。你的这个口头禅很好玩哎。我们的，我们的。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炸的怎么样？今天这鱼肉炸得很好哦。因为它会黑黑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加的，就是刚刚我加的，刚我加的那荔枝酒，你害他真的会卡醋哎，就是嘛，荔枝酒会甜嘛，嗯，他都不知道怎么讲，太可爱，这是什么？来，一开始他不说晚书吗？缓书，你又忘记了，录完就忘记了，对不对？同一集哦，还没录完哦。那你缓书是你翻译的？我在，我们的虎皮。缓收，缓收，我们的千张虎皮。哎，你这样看起来就是没办法。不是说你说它是变鬃毛了吗？就它的鬃毛啊。那你的狮头去哪了？狮头台还没来啊。对，狮头在路上呢。没有没有。哇。就是弄很多虎皮纸屑一样，这样子。奇怪，一直站，你都可以长这样。我拿鱼头，我拿鱼头。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学过阿基师讲话。就是。对啊。好，我是在。那好。哇，真的好狮头哦。还可以吧？很不诚恳呢。哇哇龙哇。OK， 等于完成了，漂亮。完成。
哎，詹姆斯组装，对不起，来，快点。你看这个颜色很漂亮哈，花花绿绿。你一定要做这么大一份。你刚把花生放在饭里面拌匀了之后，有加什么那个什么九层塔？对，就这样。对。有撒盐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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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咖喱酱已经够味道够重了，对，够重。哇，好漂亮！哇，这是一人份还是两人份？这个，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吃的。这一张倒数十秒，太一份量，哇！这起码可以四人份，最起码，很漂亮。我一个人都可以吃，很漂亮。四个人吃不够，吃够了。五星级荔枝料理是我们今天呈现给大家的一个今年夏天炎炎夏日即将到来的一个非常创意的做法。时间到，完成。好，是不是请你们来用餐的？是是是，还是吃到好料。还有两个奖可以抽。对，但是在这之前呢，因为陈哥就是刚刚一直嚷嚷着想要喝果汁牛奶，没有嚷嚷。我们节目又是有求必应，所以马上我们把厨余桶换掉，换成果汁牛奶。而且怕你因为这样不满足，还特别加了你知道胚芽米浆。可以把厨余桶换成这个。对对。所以它其实跟厨余桶是一样的意思。OK， 没关系啊。按照惯例，抽到的还是要当场喝掉。一个人把一块整个喝掉。嗯。我们准备。好。那就先吃这个，好不好？吴师傅的。吴师傅的这个狮王争霸荔枝独秀，请注定。好了，有一名男子把荔枝当饭吃，一口气吃了五六十颗，结果竟然 A 小肠被荔枝堵塞 ，B。一直拉出整粒的荔枝，你跟他猜了，我没有办法再承担这种，人要经得起失败，我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压力。快点，最后两题，快点，快点，不要害怕。对啊，你怎么会叫我跟女生？不要逃避。北边剪等等，北边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逆转胜。是要果汁牛奶在等你们了，快点加油！送分题，快点！好来，对，用常理放。这当然是那个 A 嘛，因为 B 是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整颗荔枝？因为他一定有咬啊。小肠被荔枝塞住了，是这样子吗？答案是 A。那怎么会塞拉整颗荔枝？对，不可能嘛，又不是你的。南投一名男子将荔枝当晚餐吃，一次吃下五六十颗，结果出现严重的腹痛。经检查发现小肠满满的荔枝塞住了，所以答案是 A。好恶哦！詹姆斯跟我们分享你的口感，在这里面的你所谓的糖醋的味道，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比如说像糖啊，酸味不明显吗？它酸明显，但是不是你有掉醋进去吗？有掉醋，它不是很明显的让你觉得说酸的不舒服的那种糖醋的感觉。然后另外是它不油腻，所以吃起来它那个荔枝的那个甜跟酸，它是很暧昧的，因为你会吃得到那个酸的层次出来。哦，真的。鱼的部分外面因为腌的时候有一些所谓荔枝的焦糖在外面，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外面是有点黏黏稠稠的，但是有点酥酥的，里面是软，很舒服，是清爽的，黏黏稠稠又有点酥酥的清爽的。哇，这个太就像咕老肉那样，对吧？炸得很透，然后起来外面勾了一个芡，起来马上吃的外面有点酥酥，里面软。咕老肉，哎，像那种感觉，有酥有软。对，拍手，谢谢吴师傅。来，两位到后面来，来，赶快来抽果汁牛奶了。哎，我们果汁奶抽到是要喝掉的，不能带回去哦，就直接喝。要干杯，干罐。我们两个给陈哥，我们两个刚刚讨论一下，我们就有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个，就这个喽。对，不用考虑，你直接搬了。牛奶一定要有锅这个字。牛奶我们把它抽掉，不用了，没有了，没得选了。还有锅子清洁剂，锅子清洁剂跟锅一支没有关系，不用，我们要面对现实。第二个应该也是纸啊，躲到后面也没用了，不用了，出来。清洁剂，完了，清洁剂。锅子。恭喜！好，来，不要了，另外还有一瓶啊。准备，请出题，是不是？广东有荔枝王美誉的挂绿荔枝，曾经创下什么惊人的世界纪录 ？A 一颗要价台币275万 ，B 一斤要价台币275万。我跟你的，喂，剪刀石头布。不可能是 A 吗？答案是 B。哎呦！你不认为是一颗吗？对不对？一颗275万，那一斤是多少？一斤275万，世界纪录哎！
世界纪录。不可能。答案是，这一答案是 A。要价台币275万。为什么啊？陈明忠为了广东增城的挂绿荔枝，每年所生产的荔枝的颗颗都是极品，更曾经在2002年的拍卖会上，以一颗荔枝50万人民币，相当于台币270万的天价卖出，创下了世界纪录。一颗275万。对啊，还好我们没答对，要不然我们也答错了。来，我们吴宇辰师傅，没想到荔枝的一个甜味是在里面非常舒服的，哦，那荔枝的香，淡淡荔枝香，淡淡的荔枝甜，那把这个咖喱的一个口感上的一个等级整个拉高，嗯，好喜，掌声，谢谢大女士。好，抽奖了，我们把最后一个锅子带走，快点。我看你们喝牛奶好了。我来看我今天穿网的。锅子的两只旁边怎么会是锅子呢？它是，那不然那你的其他你选一个。这个。或这个，我跟你讲，那边两只啊，这个是果汁牛奶，这是果汁牛奶，果汁牛奶，那这个，这个是食谱，那个挑吧，我想吃牛奶，你自己，我喝小的，你喝大的，不要，我不要，听你的，这个，嗯，你要先看我们放弃了什么，直接翻吗？你看。锅没了，好，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就说你会喝牛奶，差点喝一瓶，险，好险！我们放弃的是，不要再一个锅哦，完了，你看吧，真的是锅一只，锅子，你看吧，哎呀，锅一只。你们不错，哎，烤箱，哎，我们还有烤箱跟食谱，对不对？你是我们想要食谱，是我好想要食谱啊！我比较想要要食谱，没有那么想要要烤箱。瞪着瞪着，好，食谱太好了，多功能烤箱，不是食谱啦，食谱。我相信你们今天的，哎呀，算，干嘛？那是以詹姆斯的心中，谢谢谢谢阿基斯的这个投资部，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两位今天参加，谢谢，下次再来，好不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主持人，大家记得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祝全国喜欢吃荔枝的朋友天天都幸福，晚安，拜拜，拜拜，回应谢谢，谢谢。宅男女神李玉芬、小蛮、郭雪芙、宋米琴要来挑战厨艺基本功了。考完厨艺基本功，宅男女神们还要挑战8分钟两道菜。刚鱼下去以前有先有烟味道吗？有，两面都有。有。哎呦，注意到它的火候，先把芹菜先炒香就对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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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